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我们又到山上来摘蘑菇了。上次我们在这边摘过，这过了这么多天的，又长出来了。看一下呢，朋友们。哦，这个刚刚好哦。今天有个朋友跟我来体验一下。嗯，那边。我每年都是在这一块找的这个奶浆菌，每一年都会长的。哇，小伟亮，这里又发现了一堆呀！啊，好漂亮的呢。过瘾吧，在那个蘑菇，哈哈，不说话，这个哥，他说在这里看到一朵灵芝，嗯，这朵可以哦，这一朵吗？一朵烂了，那朵烂了，嗯，熟了，那是去年的，把它拿上，嗯，这个可以，嗯，把它拿上，把它拿来，有一朵。哇，朋友们看一下呢，篮子快满了，这里又发现一窝这个火炭菌，这个摘下来等一下变黑了，这个哇、哦、这里长了很多、啊、这个火炭菌味道还可以哦，这个打汤最好吃了哦，行，哇，今天篮子拿小了，这篮子没有多。啊，哇，那里都被我踩了。嗯，哇，火炭菌，哇，过瘾吧，老哥，啊。你看没，你还有这么大朵，你两朵在、哦。下面看到一堆的这里，我们的篮子拿小了，哇、哦，大家看呢，哦，哈哈，快来，那，嗯，摘掉不了的，哈哈，你看，我们篮子太小了，今天。哇、哦，今天没下雨也长这么多，可能是已经到那个长蘑菇的季节了。那，真的太过瘾了。没有那废的，不懂废的。都他妈的牛毛。那种小的，我们下次再过来摘嘛。你看下面的，一堆一堆的。哇，这边。到处都是的，嗯，好，哇，又是这么大，哇，这种漂亮哦。今天摘蘑菇摘到手软了啊，这么漂亮的，啊，篮子满了。掉了呢，可以了吧？不够，不够啊，还没摘过瘾吧？啊，这种小的也不放过了。啊，还没开伞呢。啊，篮子满了，我们现在下山来了。啊，好凉快，在下面。本来打算今天开始做月饼了，但是人算不如天算，那个月饼的那个压模还没到，我就把芝麻炒了，把准备工作再细化一点。宇哥呢，他
还是想去找蘑菇。他说这段时间肯定蘑菇多，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收获，就让他再自由的浪一天。哎呀，娜姐，今天山上长了好多蘑菇，我们今天带了好大一篮，我们两个分了一人一半。有这么多啊？嗯，还有去年我们去摘那个火炭菌那几个窝子，应该也长了，我们今天还没去看呢，要不要我们两个去看一下？那行吧，这个带芝麻炒完先。啊。我怕你们不得，这么久都不回来。有。好了，就炒这么多，还剩一点，下次再炒，因为生的黑芝麻也会要用一些，到时候再看情况安排。其实我是迫不及待了，我也喜欢去找蘑菇啊，也喜欢去山上串啊。走吧走吧，宇哥。家的谷子是佛性种植，这谷子长起来，那鸡就在下面养着。嗯，下面有两块呢，全部躲在下面。我们到了宇哥以前发现的火炭菌的这个菌窝点这里，今年是还没看到长啊，空欢喜一场。太干了，没下雨。可能这里是要下雨才有。嗯。去年捡了好大一篮。难搞，哎，这个小小的是什么菌啊？好小呢，这两根。哦，这个就是那种火炭菌啊。这么小，哦，下面还有一颗小的。嗯。那。我过两过两天就大了。哇，你看，都是小小嫩嫩的。嗯。它要长了，开始长了。嗯。哎呦喂，好多蚊子！我还想着今天，再浪它半天。明天就要开启机器人的模式了，里面还有一个窝子，去里面看吧。好，我看一下哪个地方还有看到的。你够了吧？嗯，现在下来了。现在就慢来就下来。哦，又不然没来。哦，再量就点。量到你家的。没来呢，那也是为了你。来，我现在也把人老不过上上心里。嗯，分下的下，加加够一下啊。哦，炖哪现在炖加不来够啊？炖不等了，炖了炖了。嗯，加够起来，烧烧的，煮上的。够来人慢了点，慢来人来数哎。慢家。不同品种。嗯。进家的，人来家里老刘家的，我他们家我也有在家的。就像你们一样的，到处去要那个秧苗。老妈今年要种的多嘛？对了，我们还要抽几天时间打谷子啊。嗯，今年月饼不能做多少了。啊，娜姐，这个封这个箱子也来密封了呢。哎，你原来说胶桶不来封。哇，你，嗯，应该还不多，那里面看起来空空的。应该是刚来的，我前段时间来看都没有小蜜蜂。嗯，应该是去年那个味道还挺大，他们不进去，今年味道散发了，他们就进去了。呀，舅舅的这个金银指甲。快成熟了，看起来结的更多啊。嗯。丰收了。这里好多这个地面了，宇哥。嗯。再找一下已经没找到蘑菇了。我们就摘点地面回去，把那个地面酒那里再补充一点。嗯。现在应该很多熟了。因为很漂亮的。嗯。这下面有了呢。
这个好漂亮，哎呀，这里呢，小心白脚虫。有的朋友说，那姐天天都是农村人，天天在山上田里面到处走的人，害怕白脚虫。我跟你们说，它那个东西花花的，真的是好吓人的。那这个坏了，熟过了应该是。这个地方向阳，它就很污了。哎呦，坏了，都是熟坏了。哟，这里好多哦。哇，这样熟的刚刚好的，漂亮。宇哥，你看这就是所谓的太阳浴吗？对呀、啊，你看这里又有很多了，太阳直直的晒过来。等下回来再摘啊，等下就不晒了，你个傻！哎呦喂，到眼睛里去了。等下回来再摘，这等一下不晒了。你要往那边走了，不过这边来了。没有啊。先走吧。好，太晒了，我流着像水一样。这把漂亮。啊，朋友们，我们沿着这个路往上走，有一点就摘一点。你看，一不小心差点到山顶了。其实我们已经走了有三四里路进来了。真的，其实没有收获的时候就觉得路上好久啊，好热都到不了。有收获的，一路摘一路摘，真的是不知道什么时间就到哪里了。那我们也收获了有小半篮，这样就对得起那一壶酒了。是吧？可以了。好，先回去了，太热了。